这玩意儿差什么事啊？关什么事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林子在和谁吵架？那不就是不要谈啊？谁找我玩去了？林子，怎么着？他找我朋友的，过来玩的。没说过说嘛，就这么吃了，没说去了。他就只是过来找我玩的。是不是一个人他家出来玩？ 不是不想去相亲，不是不想去，就是现在还不想去结婚，能不能不要强迫这件事情？上次说完了，我儿子都说不要去了。不要钱，我下大学的钱都拿去给你当结婚用，你还想要我相信的钱吗？不是你赶紧不听我话吗？干嘛呢？不行了，你跟我儿子差什么事啊？关什么事啊？不是好好说的，别激动。你干什么？不要劝我朋友。 林子，我们做善良的微笑。那就擦一下眼泪。林子，你哭嘛？想哭就大声的哭出来，我在这里。 可是你的头号粉丝，加油！